我到这儿了，你们快点啊。嗯，哎呀，我都说了多少次，你居然把东西带好，你不长脑子的呀？我不是忘了吗？忘了就是借口呀，我都不知道你一天带个脑子到底是干嘛的呀。要什么？真没素质。说谁没素质呢？走吧。哎呀，我说你呢，你这么大个人还随地大小便不要脸。你说谁不要脸了？你再说一遍。哎呀，不要脸。哥们儿，你疯了吧？哎，你是不是假酒喝多了？跟女人有什么计较的？我就替你教育教育他。哎，像你这么没素质的人，随地大小便，轮得到你教育谁啊？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啊，哥们儿，刚才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你这种人出门早晚得吃亏，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赶紧跑。你要干什么？3、2、1。